It's okay， 没时间去浪费。你唱的可好，继续。It's okay， 没时间去浪费。Hello， 这里不是大碗，不是中碗，而是小碗 ，A.K.A. Little God。首先，我们来欢迎今天要见的好朋友左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左卓，这里不是右卓，不是上卓，不是下卓，而是左卓 ，A.K.A.最美最炸小鹿。最近在准备自己的新歌，然后还有拍一些杂志、电子刊之类的。可能有听到情况，就说你最近在报复性吃瓜呀？啊，这个你就知道了，因为实在是太久没玩手机了，所以就是拿到手机的当下就是报复性吃瓜。比如说吃的最新的是。因为红色高跟鞋那个歌，就是我自己平时是很喜欢的一首，然后明明子的特别的演绎，就是让我更喜欢这首歌了。能不能来一句吗？我来一句我自己的吗？可以。那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那你肯定知道自己有一个长隆第一女院士的称号。我是被迫知道的，对，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有这个称号，然后后来这个小游戏越玩越大了，就感觉有那种易烊千玺今天会娶我吗？今天可以牵到左卓子的手吗？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吧。其实提到就是吃瓜冲浪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，其实跟这个挺有关系，他可能现在也很迷茫，就不知道是谁。然后欢迎许昕雯。啊，是我呀。冲浪就叫我，你都不知道你是冲浪就叫我，一部分的冲浪吗？当然是疯狂冲浪，赶紧补回去，不能跟朋友有代沟。看自己的舞台嘛，就是、有，那就是情人里面就是那个靠背杀，是不是？想象中的 lover 舞台。掉落，人间，你像丘比特赐予我的手绳，靠在枕边。现实中的 lover 舞台，真实的 PD 来的时候，我就是，哎，别走。来是看我去是 go， 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大家都觉得你好像慢慢的从那个唱太阳的那种女神，就突然越来越谐星化，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你。也不是越来越谐星化，就是从始至终我就是谐星，我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我跟谢可寅就是天生就这样。你敢相信吗？你敢相信吗？那边两位来模仿一下可可。你敢相信吗？下面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就是下面的这位好朋友嘛，就来模仿一下他。好朋友是。哦，哥是你啊！别说出来，搞错了，再来。这里是葛欣怡，这里是葛欣怡，哎，这是葛欣怡。你这是葛欣怡。其实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我还比较男孩子一些，有性格。但如果这样叫我肯定会很暴力。节目中大家其实一直很关注他有一个点，就是他的腰。有一句话流传的，葛姐的腰不是腰，夺命三郎的弯刀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就是没有连上五 G 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们就很想就是看你的腰围，然后我们有专门尺子道具，尺子吗？想测量一下，葛姐的腰。我的舞台里面有一个就是你的 solo 的一部分，就在水上。哦，那个绝了，那个超绝。那么再现一下这一点。
神杀是有什么秘诀吗？好看，就是眼睛好看。开心的，看心情。就我们得练，他得看心情，就是。我们来一个就是软妹撒娇版的，就是眼神嘛。可以可以，其实是温柔的，温柔的，来吧。是葛妹。不要看我，大家。我没有看，没有看。可爱可爱，那我们猜的是谁呢？是谁呢？完全看不到，就是这么多甜妹，是谁呢？看不到，哇！欢迎一下我们 sexy bunny， 好 sexy， 我也不是会那种专门去撒娇的那一种，就是我们不是悄悄的开头里就是撒娇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就是要你说让我帮你打什么圆场，我听听看。我们那个悄悄的开头不是有一段，就是我对那个摄像机老师做了一段吗？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整个人也很纠结，很扭捏，因为你要专门的去对一个人撒娇，然后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三个人来模仿一下这一段。你先来示范一下，我们来让另外三位来模仿一下。我没有多可爱，但是那种感觉要做出来，就是假设这有一个信封，然后你要递出去的话，就是这样。什么？这是什么传？这是让我做吗？不需要 Q 了，直接了。对，就是各位姐妹，就是领悟到那种精髓了吗？就是刚才那一种，就下身，然后这样子摇摇摇，然后带着一点那种羞涩。对，但我们能不能就是难度稍微提一点点，就是加上就各自的就是昵称之类的，就比如兔子啊，你说兔子生气了，就这种，然后每个人来一点。好，那我开始啊，准备好了，就是要该起哄就起哄啊。那是另外的价钱。对。你坚持。兔子生气了。兔子生气了，哼！兔子生气了，哼！张楚涵，我没想到你有这一手啊！就是我们先走了啊，我们先走了，对对。那就是说，我想先看葛妹的。三二一。我生气了。他比我做的好啊。为什么女明星都要这样呢？就是先说自己不行，然后做出来吊打本尊，什么意思？兔子生气了，哼！你在看摄像头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稍微低一点点，然后你要把自己想象到那个情境里面去。这阵子生气了，觉得怎么样？不要颤抖，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好啊！不要颤抖，不要颤抖。来吧，徐姐，三二一，文文生气了。文文生气了，你这样故意想让他把你拼到，真的不是，就啊，我真的不行，我这个真的不行。那有哪一位就是打动了你的心？我们选一位，然后等一下让他要和你一块做一个特别的东西。最喜欢的应该是葛妹，因为她就是那种哎呀，我不行。兔子在节目里面有一段就是贱舞。好好，来 show time， 把剑给我一下。哎呦，行啊，行，小心戳到，小心戳到，有。然后这个手是剑指，然后你假装想象一下我手上拿一个剑，然后嚓出鞘，然后那个整个人的身体得完全打开，然后侧面这样。哇，好帅！哦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们俩一块儿，来，好，我们俩就三二一，嚓，一嚓。我们你好朋友的新环节就是全能大力拼，就可以给四位专门定制的，最后我们的获胜的一个人能够获得我们下期片头的一个独家奖励。全能最需要具备的是什么？表现力 ，vocal， 就是瞬间超级顺畅。你来一个吧，你来一个。觉得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。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，因为。
今天其实几位唱歌实习都不错。比如说妈妈的那个高音的话，你们两个都唱了，然后我们就先再现一下吧。是的感觉，谁在乎，只有忍耐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闭上了双眼。就是你要有一点走感觉的东西出去，对，它是自然而然就上来了，这个自然而然。臣妾做不到啊！静雯也来试一下这一句，好了，我们来听一下。闭上了双眼，我是听不到他声音的一个状态，人家听着感觉很容易，他俩就是那种双眼，然后就上去了。那我兔子可以来一下吗？他可以来一下。闭上了双眼。希望那么遥远的你能够看见，有一种花鼓气的味道。失恋阵线联盟大家都会唱吗？哒哒哒哒哒哒。每个人先起一个地名。我大连吧，我是大连人。大连深圳哦，河源。那就是湖北吧。来嘛，深圳的火车。深圳的火车往哪里开？这个我们之间伤口就不再隐藏，妈咪当妈咪 catch me love me。
swan sea， 哎，就是想你给我去变成熊女双龙水，哎，尽管新的衣服身上还有你的香味，就算隔了一片海，我也是你唯一的必备。如果是一个 rap 的话，其实都会要有一个就是自己的 rap 的名。我是 AKA Mr. Little Boy Little Boy 小碗。那四位的话有没有？我们来现场来一个。我本来想叫邦尼，我现在叫 Rabbit 是吧？那我就 A K A News。你也是死新闻，你真是有点和我的这个特点啊，有点异曲同工之妙。有。左卓，你叫 Left 好不好？我不行，我一定要对自己有要求。哦 ，Left 要有那个 Table， 我就叫 Table。是革新三，我是革新二，这里是革新，这里是你的 GIA 革新女孩。可是你不回我微信是因为你心虚吗？没有回你微信不代表心虚，只是看你好像不是太喜，好了，爱去回吧。选下一个选手，要我选那个 AKA 魔术师来。听说这里是 AKA 魔术师，你的亲你二百秒，但是还是比不过左手边这位亲你大魔口。现在要应对 news， 完了。哎，葛心怡，一开始如果只是在前面跳舞，是不是有一些用力过猛？就算用力过猛的直拍，但是我还是要比你高一个 level。不能生气，累死我！刚刚那个角度不行，我这样想。葛心怡是不是永远老是找不准调？就算找不准调，但是好像还是比你高。Triple kill， 不好吧？可能以后我们可能姐妹要是少了一位好友，就是我们 rapper 界生了一位星星。最后一轮其实是有十分的分值。Poker face， 所以。刚才赢的两位，其实这个一分嘛，没什么用。我这么长一段，就是失去。Poker Face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的表情管理。考验各位的人情以及模仿能力，其实是我们的著名的波波表演艺术家。有一位压倒性胜利，就是心仪旁边的左卓，真的假的？我竟然是靠这个波波赢的。我在干什么？开心见到我们的四位好朋友，真的特别开心。我们四位可以来说一下各自的感想。今天很开心能提前跟我们的姐妹，然后一起做节目，一起玩。疯了啊！对，一起的战友，接到这个消息，哎，我还挺期待的，看见他，哎，最近都怎么样？其实要说我们多长时间没见，也没有多长时间没见，但是就又见到以后，就那个熟悉度马上就又起来了。我们在组里面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看到大家的时候，其实会觉得很特别，就是不会说是像我们之前一起在组里面努力过或什么样，而是一种家人的那种感觉。期待我们四位以后能有更好的作品，然后也期待我们能够很快的再见面。你好，朋友。